Hello， 我是 Carol， 很多人叫我做 Lugu， 因为我的甜品店叫做 Lugu。Lugu 的意思是味道的意思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？因为我觉得在做甜品里面最重要的环节是要注重味道。Hello， 各位 Big Big Chef 的朋友，今天我们会做一个很简易的蛋糕，只是需要两分钟而已。那材料呢，就是有牛油、砂糖、鸡蛋、奶、 baking powder 和面粉。你看看家里有什么，可以落蓝莓馅也可以，朱古力也可以。那我们就先将溶了的牛油和砂糖放到兜里搅匀它。跟住就加埋个鸡蛋同埋个奶，咁搅匀咗之后咧，就将个面粉同个 baking powder 都落埋落去。好啦，咁搅匀晒，我哋就形成咗个蛋糕浆啦。呢个系两杯嘅份量，咁我哋就将佢平均分落去两只杯里边。咁我哋就倒落只杯度，倒到去半满为止。咁而家就落埋啲馅。咁其实馅咧，我今日就预备咗个朱古力同蓝莓。整好咗之後咧，我哋就將佢剝埋保鮮紙，攞支牙籤喺度吉啲窿。咁呢個吉窿嘅作用咧，就可以令佢透氣，同埋可以防止咗啲倒汗水。咁跟住我哋就入微波爐大火焗佢一分半至到兩分鐘。我呢個蛋糕咧，其實就唔係我 create 嘅，只不過咧，我以前喺澳洲生活嗰陣時咧。在澳洲是一个很 hit 的 recipe 来的，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咯。因为这个蛋糕的制作是很简单和很快，那其实为什么它会在澳洲很 hit 呢？就是因为澳洲呢平日的店铺，我去那个年代啦，那个店铺是四点钟就关门的啦，所以有时候当你很 crave for something sweet 的时候呢，你没办法，你唯有是自己做。